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同修，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我们早上啊提到了，在各地啊都有很多在这个历史当中啊留名的圣哲人，也代表那个地方的人文的风气，所以我也很习惯啊到一个地点呢去了解一下当地有哪一些圣哲。到福州的时候有去参观了林则徐的纪念馆，早上我们也提到林则徐用物理的方法做了一次相当大规模的硝烟行动，把这些鸦片呢都销毁掉了。所以只要有心啊，它的科学啊也会进展得很快。而且林则徐他对于水利方面啊相当在行，所以后来啊他被流放到边疆一带的时候，他并没有啊颓废丧志，反而啊能够速患难行乎患难，还是尽心尽力啊照顾当地的人民，从事啊水利的建设。所以林则徐的水利建设至今啊还影响着边疆一带的人民，很好运作。那林则徐当初带兵的时候是在东南沿岸，军队啊也带得相当好，英法联军啊到了东南一岸啊不敢跟他们直接对打，反而啊绕到北京啊绕到北方的港口啊去打仗，所以他们也很害怕林则徐。但是因为啊当时候的朝廷比较腐败，所以英法联军直逼北京城的时候啊，林则徐啊就被换掉了，后来就被贬到边疆去了。所以说实在话，其他的国家再强啊，只要自己国家内部不乱啊，人家也无法欺负。就是因为那时候啊朝廷整个腐败现象严重，才使得啊民不聊生。好，那林则徐在他的人生历练当中写下了十无义，告诉我们啊人生只要啊你没有从根本来下手，那会空忙一场，那会过得啊非常的空虚。所以这十件事啊值得我们呢去思维。十无义，父母不孝，奉神无义，兄弟不和，交友无益，存心不善，风水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做事乖张，聪明无益，
时运不济，妄求无益，不惜元气，服药无益，妄取人才，布施无益，淫恶嗜欲，因智无益，所以呢，从这十无义啊，我们也感受到，林则徐也强调啊，人生要重实质啊，不能重形式，重空法的外表。所以第一个，父母不孝，奉神无义，连父母都不孝啊，天天拜神，甚至于布施很多钱啊，去建寺建庙，有没有用？没有用啊。最重要的啊，要依照圣贤，依照啊这些神者的教诲去做事啊，才能真正得到受用。而世间一切啊事机的圣者，所有的教诲啊，一开始绝对是强调啊以孝道为根本。所以儒家讲福孝德之本也，佛家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也是从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做起。那道家太上感应篇也是提到忠孝有悌啊，正己化人，所以必然啊德行的根本啊都是从孝道开始扎根。而德啊是万福之根基，所有的福分啊一定都是从德行当中啊建立起来。第二个，兄弟不和，交友无益，在家庭里面啊跟兄弟姐妹都不懂得互相友爱，互相提携，有没有可能出了社会以后马上跟朋友相处得很好？有没有这个道理？凡事啊心行是一如啊，所以这个行为在家里如此，他的存心亦如此，绝对不会说踏出这个家门啊就变另外一个人，那可能就是啊有附身的状况才有可能。所以一般正常情况啊，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行为啊去观他的心，而那个行为啊最真实的就是在家庭当中的表现。所以之前我们也提到了，日本呢在选拔人才要重用一些重要主管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法宝啊，就是看他孝不孝顺父母，再来看看他有没有照顾妻儿，有没有友爱兄弟。好，所以兄弟不和啊，交友无益了。第三个，存心不善，风水无益。所谓命由我造啊，福自己求，而福田啊是靠心根。所以当我们念念善心啊，已经在积累自己的福分功德了。所以莫向外求。那现在的情况是不是这样？
经济越不好啊，算命啊的风气就越盛，甚至于现在很流行啊改名字，一改还不是一个人改啊，全家怎么样都改。所以现在人不懂道理啊，很可怜，花了一大堆钱啊没什么效果。而当他这样花钱的时候，请问给了他下一代什么样的榜样啊？什么榜样？迷信了嘛。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不离我们这一颗心，从心而觅，感无不通。所以我们从根本啊来经营生命，不要啊迷信啊，不要啊追求这些不实的东西。而其实啊，外在物质啊确确实实会影响人的心理状态。比方说我们到了一个很乱的房间里面，你的心情好不好？当然会受影响。但是当我们的心清净，我们的心恭敬的时候，一遇到这样杂乱的环境，我们会怎么样？一定会啊动手把它弄整齐，那风水当然就随着人心啊转变过来了。所以中国话讲啊，福地福人居啊，因为福人居福地的时候，他的心啊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懂得惜福，懂得啊爱惜物品，希望啊生活能够干净整洁。那当然他一住进去，整个环境啊就变掉了。所以风水啊也是动态的，命运啊也是动态的，观看呢、啊、我们如何啊去用心啊，如何去转化。好，第四个，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当孩子的言语行为啊不端正，假如他四书都背起来了，会有什么结果啊？相不相应？不相应啊。所以有一个孩子，他母亲啊批评他，因为他书背很多，他马上呢跟他母亲讲，他说：“妈妈，你有孔老夫子的温良恭俭让吗？假如你没有，你也没资格说我。行止不端啊，读书无益啊，书读越多啊，越傲慢啊。所以这个读书的根本基础啊，在谦卑啊，在恭敬啊。一切的学问啊，都从孝敬心中啊发芽。所以这两个根不扎好啊，读的书再多啊，祸患无穷。所以这个读书的次第啊很重要。那林则徐先生就求学问呢，也给了我们两点非常中肯的劝告。第一个，一定要从孩子的生活行持当中啊去历练，从这个生活行持啊，对长者甚至于对所有万物啊都应该恭敬，然后内化成他的存心。好，所以第四点跟第五点呢，都是读书的正确态度。所以第五点提到心高气傲啊，博学无益啊。所以慢心一长啊，道业即失。所以我们也要观察到啊，孩子有没有处处啊谦让，处处谦卑，这个就很重要。所以在海口有一个孩子啊，他也是很早以前啊也读了两三年的经典了。那他母亲在这一些方面呢、啊、就特别谨慎叮咛。那这个孩子呢，见到每个老师啊都是恭恭敬敬啊，90度鞠躬。也看得出来啊，孩子这个鞠躬啊已经内化成了他的存心了。所以当他母亲啊经典有什么不会啊，都把他找过来，来这一段呢背给我听。当孩子背完以后啊，
啊，母亲感谢他呢，他也是啊很谦恭，说不客气，不会啊产生傲慢。刚好有一次，我们几个老师啊，还有这个孩子呢，一起到深圳去，我们去讲课啊，这个孩子也去听课。刚好有一叠饼干呢、啊，里面呢有十块，大家都分完以后啊，还剩下一块，刚好九个人分掉了。这个孩子吃完呢，本来在房间里面，他觉得很好吃，他就走出来。他说：“这个饼干很好吃，还有没有？”那我们呢，就看着呢那一块饼干，也都没说话。这个孩子一看剩一块啊，马上呢趋向前来啊，把这个饼干拿起来，然后啊走到我的面前啊，说道：“这一块啊应该给蔡老师吃。”然后他就进去了。第一个啊，孩子一点啊都不贪呐、啊。第二个，他还知道啊，饼干要先拿给谁吃啊？他很会去了解到这个进退啊、应对的分寸。所以说实在的，学中国文化绝对不会学呆的。这些礼仪的当中啊，都让孩子非常灵活，懂得怎么样啊去变化。好，那刚好在去年有一次啊，海口防空演习，那老师也不慌张啊，因为每一个状况出现啊，都是一个机会教育点，所以啊，他老师啊，马上就跟孩子讲，当防空演习的时候，你们应该带一些啊随身必须要的东西，其余啊不要带太多。所以就看到每一个孩子啊，开始呢收拾行李。有一些孩子啊，收了一大堆，提都快提不动了。可以看出来这个孩子内心怎么样？很没安全感。那这个孩子呢，他没有整理什么东西，跑到啊跑到一个地方，把抽屉打开来。那抽屉里面啊，放着一张啊孔老夫子像。他看着他的老师说：“老师，这个应该带走。”他的老师当下感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诸位同学，他在危急之下第一个念头啊，是要带走孔老夫子的像。相信啊，这个孩子往后的人生面对很多挑战，孔夫子的教诲啊，一定会从他的脑子啊冒出来，进而啊，从这一些态度啊去处事做人。所以这两点呢、啊，我们为人长者啊，也要谨慎啊，去建立孩子正确的学习态度。再来，做事乖张，聪明无益。当做事的时候，不循着正道去走，不循着啊圣贤教诲去做，只是呢耍耍小聪明。那迟早啊，会闹出一些啊状况出来。毕竟啊，做事当中啊，最重要的、啊、还是要有德、有福分。虽然我们用小聪明，可能一时间啊有个蝇头小利，但是终究啊折掉福报，到头来啊还是会败上掉。所以贪图这个蝇头小利啊，就好像是刀头试蜜，看到这一个蜂蜜啊很甜，但是这个蜂蜜啊却是在一只刀子的前面，所以虽然我们舔了一下确实很甜啊，但是之后呢舌头怎么了，也可能被啊割伤了，割掉了。好，但是诸位同修，我们现在孩子啊，是理智多还是小聪明多？所以不要鼓励孩子小聪明。很多孩子在耍小聪明啊，大人还笑得乐呵呵的，有没有？所以
教育啊要敏感，当孩子不老实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严肃的去引导。还有一些爷爷奶奶小孙子啊抱在手上啊不懂事啊，动手呢给他打一巴掌，这个奶奶还笑得很开心，说你看孙子打我。好，孙子看他笑成这样，在左脸已经打了，连右脸再打一下。好，所以这个都是啊教育敏感度啊不足了，这个相当啊值得我们为人长者谨慎，因为孩子的是非判断呢、啊、还没有形成，所以应该让他中规中矩，一些对的行为啊我们一定要塑造起来，当他习惯成自然，自然呢、啊、就可以循规蹈矩。那这一个功夫不在小时候做啊，大了以后啊就很难扭转。好，那当然假如他已经大了，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啊以身作则，用真诚啊用德行再去转化，所谓亡羊补牢啊犹未晚矣。好，第七个，时运不济妄求不易，当时节因缘不成熟啊，我们硬是要做啊，可能啊累了自己啊也累了他人，所以当时节因缘不具足啊，我们应该啊静下心来好好啊提升自己的能力，等待时缘成熟了再好好发挥，好好把这个事啊成就起来。所以人啊也要能屈啊能伸，能屈的越低啊，下一次机缘来了就能够啊展得越高。好，第八个，不习元气服药无益，所以身体的健康啊不单是要靠食物啊靠一些医生，更重要的还要靠自己呀、啊，不要糟蹋身体，不然呢、啊，纵使呢你有再多的财富，也不可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第九个，妄取人才，不思无益。在民国初年有一个公案啊，就是他在清末的时候贪污了一笔钱，贪污了一笔钱，让很多灾民啊都饿死了。后来啊，民国以后呢，他可能内心啊非常的恐慌、后悔，所以又拿着钱财啊去大量的布施，地方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大善人。但是后来呢死得很惨，又堕到啊地狱去了，因为他妄取人才，而这个妄取人才啊让太多人遭殃了，所以纵使他后面呢、啊、再来布施啊也补不掉啊他前面所造的罪业。所以我们确实啊时时呢守好这一颗心，不能啊有占他人便宜的念头，所谓吃亏是福，懂得舍啊懂得让，才能够让人生啊走得越来越宽广，而福分福报啊最好是晚年啊再来想，那是真正的福分。所以诸位同修，假如我们现在啊还很年轻啊，要好好努力啊造福社会，不要现在呢三十出头啊就在那里看呢弥陀村在哪里比较好要福慧双修啊，
年轻人有福啊，晚年迟早啊，佛菩萨自有安排，现在不要操那个心。好，这个是提到第九点，妄取人才。妄取人才啊，布施无益。最后一个，淫恶嗜欲，欲望，我们的言行啊，非常的错误，造了很多的罪业啊。纵使祖宗有再多的阴德，也会在短时间之内怎么样，通通啊折掉了。好，所以这是林则徐先生的食无益，让我们啊经营人生啊都是抓到根本。所谓君子务本啊，本立而道生。所以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做人的根本在孝悌。林则徐的食无益啊，也是从孝悌啊开始扎根起。好，所以亲人一切人事物啊，都是我们很好的老师。那要让孩子有亲近仁德之人的判断能力，也要从他的德行下手。只要他有德行，他就能取舍认知啊是非善恶跟好坏。那有一群六七岁的孩子，有一天晚上啊，他们的老师问他们什么是好心，什么是坏心。那这六个孩子啊得到一个讨论，在这里啊我念给诸位同修听。我们看看呢，读了两年左右经典的孩子啊，他们的思想观念如何。好心是什么？一位同学说道，一件东西啊自己想要，但别人想要的话就让给别人。这个是打断奸贪的这个根基啦。第二个，孝顺父母，上课专心，对别人恭敬啊是好心。这些话哈都没有加任何一个字的，这都是他们原文讲出来。第三个孩子提到，对佛恭敬，做到弟子规的心是好心。第四个孩子讲，做到孝经第一到第十八章，听老师的话，做到常理举要的心啊是好心。所以诸位同修，从这一段话我们也知道他现在在学什么，孝经跟常理举要。而且从这几位孩子的回答当中，我们有没有体会到他们对于学问啊强调的是什么？做到。你看好几个孩子都强调这个。再来下一个孩子说，智慧的心是好心。再来，做好事的心是好心。再还有一个孩子写道，不用督促去做事的心啊是好心。所以孩子已经会看他的存心了。父母叫他的时候，他是不耐烦去呢，还是主动去？那一些应该做的事呢，是自己主动做，还是别人啊去催促？他可以从这一些生活，还有自己的存心啊去关照。那老师啊，也每一个礼拜抄一句话给他们，当作啊一种做事做人的态度。其中有一句就提到，自己能做的事啊，绝不麻烦别人；自己应该做的事，绝不让人操心。所以可能这一个礼拜这一句话对这个孩子有影响，所以他提到不用督促啊，就去做事。下一个孩子讲到，四十八愿度众生的心啊是好心。所以这个孩子读过《无量寿经》啊。
下一个孩子提到，知道是好事啊，就去做。啊，再来，懂道理的心呢，是好心。好，啊，看到这里呢，我们有没有觉得呢？面对未来比较有信心一点。江山代有贤人出。再来提到坏心，小孩子说不帮助人的心啊是坏心。下一个说欺骗别人浪费的心是坏心。然后又提到浪费什么呢？浪费电水生命物品人生时间。这个孩子哈，我去深圳讲课啊，他几乎啊都有来听，而且啊有时候还听得在那里哈哈大笑。我记得刚好有一次啊，跟同学们啊讨论修学的事情，我们就提到啊，李炳能老师啊曾经跟学生讲到，你做佛啊，你学佛啊，这一生就得做佛。非常的坚定笃定。那这个孩子听完以后啊，他就说道，老师啊，学佛不做佛那干嘛学啊？所以孩子很单纯也很直接，我们不要搞得太复杂。下一个说侮辱别人啊是坏心。还有开玩笑过火啊，祸从口出，这个是坏心。再来，怨恨别人的心呢、啊、是坏心。再来，为自己不为别人的心，生气的心是坏心。别人对他好，他对别人不好，没回报的人啊，忘恩负义，这样是坏心。再来，记仇的心呢、啊、是坏心。诸位同修啊，我们假如把《弟子规》拿来对照一下，那他们常常放在心上，恩欲报啊，怨欲忘，己有能，勿自私，都是教诲。下一个提到，小气的心呢、啊，是坏心；别人指出缺点却坚持错误啊，是坏心。所以闻欲恐。闻过心呢、啊，质量是见相亲啊，所以这一群孩子，只要别人举出他的过失啊，他会对他说：“啊，谢谢你啊，指出我的缺点。”刚好我们那时候从外地啊演讲回来，有一位老师啊就指点了一下一个同学的错误，这个同学马上跟这个老师鞠一个躬，我们当场啊都觉得很汗颜。真是啊，后生可畏啊！下一个说没爱心，害别人的心啊是坏心。再来，没慈悲心，知道应该做好事还做坏事啊，这个是坏心。再来，对孔子像不恭敬啊是坏心，因为他们一进门啊，挂着是孔老夫子像啊，他们都要说道。孔老夫子，我回来了。这个叫事实者啊，如是身。下一个说怕吃苦的心啊，是坏心。啊，因为老师啊，有一个礼拜呢写到，怕吃苦啊，吃一辈子苦；不怕吃苦啊，吃一阵子苦。所以这些人生态度啊，确实啊，从小扎最好。再来，好，对佛不恭敬的心呐、啊、是坏心。还有，表面做好事，心里做坏事。你看，他们观心为要，会从起心动念修。再来，不孝顺父母的心是坏心，破坏的心是坏心。下一个说，妈妈不知道就说妈妈笨是坏心。不做到《弟子规》啊，是坏心。好，本来可以做到，但老想做不到，
是坏心。下一个说己所不欲施于人啊，是坏心。诸位同学，你不要小看这些孩子哦，这些孩子现在啊可以拿着德育课本啊讲课给我们听，因为文言文啊只要长期接触啊就会很熟练，而孩子的悟门啊也很强。这个孩子啊有一天我们讲到学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他跟他母亲说，妈妈，学如斜坡骑车啊，不进则退。好，所以孩子确实啊本觉本有，我们只要啊尽心尽力教啊，他们必有啊好的一个成就。下一个说高声喧哗打扰别人啊是坏心。再来说唐掩饰真一孤，所以掩饰的心是坏心。好，所以当我们时时啊能够以弟子规以十善业为标准，就能够判断好坏对错，也能够啊有能力去抉择什么样的人啊值得我们学习效法，什么样的人应该敬而远之。那我们也看到啊邪师说法，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什么恒河沙。但是诸位同学，只要人啊学过弟子规啊，邪师说法对他怎么样不起作用。但是邪师很厉害哦，他讲100句话，90句是真的，10句是假的，可是这10句啊就可能让人啊万劫不复。所以我们明白到这个实际情况啊，我们也非常啊心急，希望啊这个弟子规赶快推开来。因为当人的心空掉的时候啊，邪思很容易啊入侵，这个时候理智啊要赶快建立起来。很多的人很有向道之心啊，只因为啊没有遇到正法的因缘，当他遇到邪法还觉得邪法是正，还为了邪法要结束生命啊，这种向道心强不强烈啊？强烈啊！我们有没有他这种心啊？对啊，但是他没有缘啊，所以我们要赶快啊把这个弟子规十善业无量寿经啊推开来，可能啊就救了一个人，救了一个家的命运，也可能成就啊一个人当生成佛的因缘。好，那我们接着进入弟子规啊第七个单元余力学文。前面所谈都是做人做事的正确态度，当然《礼记》讲的趋礼曰啊无不敬，面对一切人事物都要恭敬，面对学问也要恭敬对待。所以怎么样学习啊才是正确的心态，在这一篇啊我们就可以啊深入来探讨。所以做人先学好了，再有其他的时间啊一定要深入经藏。所以古代人说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所以文章最重要的一定要把宇宙人生真相啊写出来，以便啊利益后人。那现在人写文章是什么样的存心？什么样的存心啊？大
大部分第一个念头会想着可以赚啊多少版税了。当他的念头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请问他写出来的书啊跟信德相不相应呢？所以我们也要去判断书籍。今天我们看这一本书，看完以后啊，发现了自己很多的过失，也知道啊下手之处，马上可以怎么样啊提升自己。这本书啊就很值得啊我们去念。所以诸位同修，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第一次看到师父上人的认识佛教，你把整本书看完，内心怎么样？法喜充满，看到了过失啊，也了解到下手之处在哪。那很多书籍是，你看完以后啊，只觉得呢，这个作者啊，学问真好，然后你呢，不知道要从哪里下手。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师父上人的文字啊，看起来比较简单哦。那另外一个人他写的文字啊，可能是让人家觉得哇，程度很深奥哦。可是真正能得利益的是哪一本书籍啊？是认识佛教。所以重点在哪？重点在啊，讲经的人、写书的人，他的念头是要卖弄学问，还是要念念利益众生？当他是念念利益众生，他一定会观察众生的根基。所以师父上人有从这样的存心，才能够啊讲出让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受益的经教。所以我们选书啊，一定要选看了以后啊能够让自己得力，知道如何去落实的书。不然啊，我们有很多的同学啊朋友啊也都很喜欢念书，到他们的家里面去啊，书柜里面啊排得满满的。你诸位同学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但是很奇怪哦，看越多怎么样？思想越复杂。很多那个忧郁症的病人哈，书都看很多。没什么看书的都不会得忧郁症，有没有这个倾向？哎，所以啊，这个时代哈，很值得我们深思。所以我就曾经啊问过同修，说一个心理学家40岁写了一本书，60岁又写一本书，你要看哪一本？60岁40岁啊，好，这位同修看哪一本？我们这个时代啊，还没有判断力以前，不知道读过多少邪知邪见，好可怜啊。我们不要再把这个遗憾啊给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们也有朋友啊，他是读哲学的，在读哲学的过程当中啊，他的心里啊都拿不到一把是非对错的尺，阅读啊心里都啊慌张起来。好，诸位同修，很多人说读这个60岁人的书，因为他人生比较有经验。那他80岁又写一本，你要看哪一本？哈，而且很多心理学家啊，后面写的书啊是否定前面的理论哦，有没有？有，那你已经把人生都压在它上面哦，
结果过了20年，他说对不起，我说错了。那你能不能把脑子里的东西清出来？那这些东西又交给你的孩子，那可是啊，无法扭转回来，所以不得不谨慎啊。年纪越大，不代表越有智慧啊，因为这个社会是一个大染缸啊，反而20岁比较单纯一点。所以心理学啊，强调的是意识，是情势啊。在情势里面怎么打转呢、啊？都是妄心，提不起理智啊，所以都是症状解除。所以诸位同学，我们从各方面的角度啊，来了解东西方的差异在哪。中国人的思维啊，强调的是根本解，所以不管是中医，不管是道德学问，不管是做人的态度，都是求这里啊。那西方他们求的是功利主义，快速达到效果，所以是根本解。不管在医学方面，好，还是在解决企业问题，甚至于是写的这一些心理学的角度，所谓万法怎么样，由心嘛。所以当心追求是情势，自然呈现出来的就是这个结果。但是心假如是理智，是往啊真心，往真性去发展，所呈现出来的行为学问呢、啊、就会不相同。所以很可惜啊，因为近代100多年的中国人呢、啊、没有深入自己老祖宗的智慧，所以自信心呢、啊、丧失了，都觉得外国的月亮啊比较圆。所以这个情势啊，一定要赶快啊扭转回来。好，所以看书啊要谨慎。其实啊，我们现在看书啊也不用烦恼了，因为师父上人讲经已经47年了，我们这一辈子啊看都看不完。好，所以只要我们持续深入经教，好好一门深入，常时熏修，相信啊一定会烦恼清，智慧长。那也由于我们对现在社会的状况理解到，所以我们时时啊要把法宝啊放在身旁，只要他人接受了这些正确的思维，要赶快让他继续啊熏习，他才能够有无间缘来了解事实真相。那我们也可以做他的真上缘，从中啊关心他，协助他。所以当我们把佛法介绍给一个朋友的时候，我们也要啊恭敬真诚。所谓送佛啊送上西天，给予他一些鼓励啊，给予他一些推力。那诸位同学，你不要呢看到他很能接受啊，你这个10来本书一次就怎么样，就给他推出去了、哦、他一看10本书啊，心脏都跳得特别快。所以我们呢可以先1-2本基础的书啊给他看，当他真正啊知道受益无穷，兴趣一提起来了，自然而然啊我们再把这些书送给他，甚至于是啊把净宗学院净宗学会的住址告诉他，他自己啊就能够去取法宝了。好，那我们看经文，不力行，来我们念一次，预备起。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但力行，
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好，其实这一段话跟《华严经》疏钞的教诲啊是相应的。疏钞里面提到啊，有解无形，增长邪见；有形无解啊，增长无明。我们来看，不立行，但学文，有解无形，增长邪见，傲慢一起啊，还觉得自己啊高人一等。但是但立行，不学文，就是有形无解，任己见，昧理真，那就是愚痴了嘛，增长无明。好，所以学习啊很重要，一定要解行相应。所以我们这里啊进入了学习的态度。那诸位同修，我们在课程当中屡屡也提到啊，学习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得利益？那学习所重什么？好，诸位同学，我们再加八天的课程，不然我会内疚。学习的所重是什么？我们佛家讲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儒家讲啊，学贵立志嘛。诸位同修，自立了没有？志啊，就好像一个人人生的目标啊，你有确立目标，所走的每一步啊，才有价值啊。假如没有目标，走了一段时间，后来才知道啊，人生这样不对，应该往那里，那你啊已经反方向啊，还要再折回来了。好，所以立志啊太重要了。那面对啊这个时局，现在的国家社会状况，我们也深刻体会啊蛮混乱的。而社会的安定才能够啊让世法出世法的道业啊能有所成就，所谓心安才能道荣啊。那现在因为整个国际的局势啊比较动荡，我们也深刻感觉到啊覆巢之下无完卵。现在地球上哪里出冲突了，核子弹发出来了，我们都很可能会同归于尽。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要抱持着一个地球人应该有的责任心，要来化解现在的劫难。那如何化解呢？当然建国军民啊教学为先。这个时候啊，军事、政治、经济这一些因素啊都没有办法化解，唯有靠啊教育的力量转化人心。好，那教育要从哪里下手呢？当我们这样细细去思维啊，就能够把答案找出来。找出答案啊，我们要赶快去做，就是从孝道做起。孝道啊，是爱心的原点，是信德的原点。当我们能够把父子有亲的孝道这一生啊好好保持，再加以啊扩充，加以设身处地，能够爱一切人，甚至于啊是爱一切众生，把一切众生啊都当作自己的过去
父母，甚至未来诸佛看待。那这个孝心发展到极处啊，就是入佛境界了。好，那我们要能够把这一份所谓父子有亲的孝心延伸到一切众生啊，这样就要爱心不断扩展。那一个人要能爱心不断扩展，也要从啊自己的习性去剔除开始做起。所以儒家也告诉我们，修学的方法要从格物致知开始。当我们能够革除物欲的追求，才能够啊诚意正心。而这个物欲不外乎啊分别执着，还有跟人的对立。所以我们只要跟人有对立啊，就不可能啊用全然的爱心呢、啊、去关怀他人。所以首先呢、啊、要把内心的对立啊去除掉。所以我们每一天呢、啊、时时呢要关照自己，还有没有哪一个人呢、啊、不能忍受，还有没有哪一个人呢、啊、不能接纳。只要把这个对立一去除，从我们的真心里面呢、啊、就可以流露出对一切人的平等。当我们有这样的存心、啊、又能够从父子有亲，从弟子规开始推开来，那相信纵使是不同的种族言语的人类啊，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一份爱心。那因为弟子规非常的具体，相信啊每一个不同种族的人类，只要他吸收，只要他开始落实，一定啊会得到很好的法益，这个根啊也会在不同的国度啊开始生长。好，那这一节课我们先上到这边，谢谢。